对海洋特别感情是来自于我幼稚园的第一幅画，那时候觉得海洋是我觉得很美的地方，因为中原前面是个夜市，然后前面有一些捞鱼摊，今天我可能捞了一只，那我让它在一个可能这样很干净的环境下这样成长，可是大海里面有非常的多，甚至是海漂垃圾，那些塑胶微粒看不到，基本上就直接进去。大型垃圾当然很好收啦，全世界有很多方法来做解决。那微型塑胶比较麻烦，是因为全世界目前的方法只有一种。那核心到底是什么？我那时候创办这间公司，大家称我为女版鲁夫，是我一定有一个核心价值。我们可能不是那个最厉害的，但我们一定是为了海那个最努力的。对对对，向伟大的航道前进。对。